6月30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宣布已具备执行发射能力。2024年下半年，该发射场将迎来首次火箭发射。当前，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正瞄准首次火箭发射任务进行全系统核练。当天，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进行双工位首次核练演示，内容包括2号发射工位的模拟舰起束演示、1号发射工位的喷水降噪试验以及测控大楼的口令演练等。10 9 8 7 6 5 4 3 2 1，掉。我们的演练主要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是加速阶段，第二个是进入发射流程的阶段，基本上按照我们首发的发射日的流程进行的。因为我们前期在演练之前，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从人员的个人的训练到群体的集体的合成训练，我们一步一步的进行了相关的训练跟培训。我们本次演练的话，我觉得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022年7月开工，是中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其中一号发射工位是中国国内新一代中型火箭长征八号的专用工位，二号发射工位是中国首个液体通用型发射工位，可满足多家火箭公司的10余个型号火箭发射需求。目前，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已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工作，正式进入首发舰全系统核练阶段。发射场核练呢，主要是为了检验新发射场、新火箭设备设施之间硬件接口以及信息流程的协调性、匹配性，检验整个发射流程的合理性。海南商发董事长杨天良表示，如期实现首发是海南商发当前的关键任务。海南商发将加快三坪火箭厂房等项目建设进度，加强与兴建方对接，做好发射任务全系统、全流程、全要素核练，形成完备的发射组织制度规范，为首发任务做好万全准备。